八卦枪是八卦门特有的兵器，八卦掌传自清末董海春导师，发展出不同的派别，有秦派、银派、梁派、高派，都是以这个转圈为主。八卦的兵器呢，有八卦刀、八卦剑、八卦棍、八卦枪，还有一个八卦鸳鸯乐。不如我们先示范一下吧，啊，不要多讲了啊。好，邓师傅可以讲出嚟咧，你用好粤语讲出嚟嘅话咧，我就会跟住翻译啦。啊，第一个是曲诀。曲是往上，曲再说好吧。第二个挑诀，挑诀，第七个穿诀，曲诀，再试完一次，再来一遍，穿拳。好，第八个就是摆拳，摆拳。OK， 再来一遍，摆拳再来一次，一闪得吧 ？OK， 好，谢谢邓老师。刚才我们示范的是八卦大枪。